来吗？耶，啷个的嘛，没意思的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娃。最近在家头待了几天哈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很多粉丝朋友在造谣哈，谣言四起，这些话就是从你们这些不知情的人当中传出来的，晓得不？我回来其实家头是确实有点事情耽搁了，没有出视频。很多朋友就在造谣说我们当中发生矛盾，所以才跑去回了。其实这是完全是一个误会，完全是没有的事情哈，因为确实家头有点事情。那边的事情还交给丹东，他能够解决，能够去把我们所有的事情管理得有理有序的，所以说我可以安心处理我家里的事情。现在今天已经处理差不多了，我也准备过去了，给大家证实一下，给大家把这个谣言解决，这还不是那么一回事。所以说现在跟着我们就重新去看一下丹东今天在干啥子，我们去抓一下丹东的现场，看他有没有偷懒。Hello， 二少爷。Hello， 吃芒芒没有？我打电话了呀。哎呀，你每个都说我这农场过都不来找你吃饭，那我今天这农场你是不是让我安排一下？你到哪里了嘛？你家的？我在抚顺嘛，农家边了。那你过来噻，我去定制的，等你。那你给我发个位置嘛？啊，我给你发个位置。嘿，是用着就在这后头了嘛，紧都不留。你二停了干啥子哦？哎，等你半天，你在我后头。我停了去，你停那儿干啥子？等你了嘛。等啥子？走到饭店了，我们是不是吃个饭再走？我前面开车的在这里干啥子？每回子我走这过的时候，他们都说每回子过了那么多次不喊来吃饭，我们到了那些地方还来我们安排的噻。不好嘞，算了，我们往前面开，开了我们来吃。开始没油的走不动了。哪里有啥子不好的嘛？真不好的啊！他自己说的，说我经常就这个没喊来，今天我必须喊来，我安排的。再往前面开哈，就弄铜栏了，这铜栏去扯，但是不好的，这我开车去。你要朝哪里走？你走了，我跟你说，怕可能下回我记刀子。我刚才已经打两杆鱼好了，但我谁来？你说下回要不锤我？啊，你们去，我不去，但是不好的，这玩意你们去吃。有啥子不好的？那你不肯，我好意思去啊？你肯吗？不肯吗？不。你不肯，我咋个做人？你不肯，我的诚信在哪里？你不肯，我咋个面对他？那么子好，我想问那么子钱。哪个又不好？你没得脸的吗？发型不帅吗？衣裳不称赞吗？是那个意思，到时候去了。还是说你又耍起心理了嘛？你个江北，到时候等儿走起过去，人家尴尬得很。我喊他多办两双万块，我没说你要去，主要是看你拿不拿出你的男子气概了。可以噻。走，是不？走。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你不给求你啊，挽留哈。哎呀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妈呀，男人嘛，真的是，师兄，我懂你的。哎呀。风云望去，一路春光不再。在哪里？你看嘛，他给我发个位置，绝知道出来，就发张照片过来。张有如瞧你出山，知道吗？哦，就在那儿，就在那儿，就在那前面。哎，弟兄，不愧是你的老地方哦，看上图都照得到。说那些，这来一个机会嘛，肯定就晓得噻。你就在前头，走吧。哎，哥们。Hello。哎，狗子。好久了，火锅都订起了。哎呀，晚上我们跟狗子耍。你也一块吗？耶，啷个的嘛，没意思的啊。走嘛。吃饭，先吃饭嘛。每回有事我走在直接过了，今天我来宰你的噻。专门给你订的最好吃的火锅，走。你看到你尾巴都夹得起的。你们先走了，我上海的嘞。哎呦，师兄，今天看你了，我还是晓得我做电灯泡走远的。晚上都是你我当料机，今天我还是懂得起噻。怎么了？我给我先点起了。好，要得。来坐嘛。别到了啊！哎，哥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来坐。让我点了点。俺们宣传是吧？来，给我点一次哦。好，要得，要得。青菜帮那个。哦哦。好，要得，要得，要得。两个好选吃的虾。全部都是几个海椒，你想不来刚才什么麻辣海椒、花椒。你弄不香吗？是让你上火，结果呢？每回你都说我走龙龙山过了都不来，今天我来了噻。你矛盾，你我跟你说，人家多年了我还跟我吃。
你刚刚说你上火吃微辣，点个微辣的一碗的小米辣。哎，等到我们也只有吃那种微辣的，看嘛，几个海椒都不符合我们平时的口味了。四川还是可以吃辣嘛。其实我一直吃小米辣，我是害怕你们吃不肉蛋的，我单就这份海椒咋不你们了嘛？你打海椒的时候帮我黑了去了，这么多。一碗海椒是这个，我就。你就莫强撑了嘛，吃不到海椒一会儿。喊我走云昌的肛肠医院带你去建设，我还是找得到路哦。不可能，那边还是有那么专业，有那方面。啊，我也是跟你们重庆人民准备的，晓得你们喜欢吃哪个。主要是你海椒吃得多多嘛。你南湖南渝来重庆找个生意，说不准的。用这喜欢吃啥子海鲜哈？我不说了，我还得吃点，别说。对哦，饭吃高兴噻。嗯，高兴。耍一耍高兴噻，高兴。那我今天为你付出好大，你晓得吧？不晓得，你我怎么了嘛？本来我一脚三笼桶呢，我的晚饭应该都是有着落的噻。啊。你看现在这个样子，陪你吃顿早饭，我今天晚饭好像我看你的意思啊，好像不想走啊。我喊到你走的，我喊你一路回一脚踩笼桶来的，是你编起来的，跟我说那些。那我晚上你是不是让我解决一下？还吃？走走了。